穿着水裤，潭口边上准备种点草，种点鱼草。一个是羊吃，一个是咱们的鱼可以吃。今天种的这个是苏丹草啊，这种草籽的话，它是根茎少，叶子肥，适合草鱼啊，适合牲畜来吃。顺便还搞了点这个复合肥，这种肥料的话，先播肥，再撒种，15天就可以长草了。到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有吃的了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们这边上草都已经黄了，天天这个羊啊都是割草的，割起来的。还有一个好消息啊，来给你们瞄一下，刚下下来，来让你们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小羊羔，看看，来给他们看一下，你说我是小羊，来，刚刚才下，脐带都还在啊。这个是一个公羊，一个母羊，下的蛮到位的，兄弟们啊。这个是羊妈妈，完了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老田，勤快点啊。像我一样，该播种就播种，该施肥就施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